和我一样年轻时，曾发生一些傲视群雄、精彩绝伦、感人肺腑、凄雨动人的故事。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师大夜市受到铁锤帮负责维持和平，因这里生意财源滚滚，展现出繁华的风貌。然而，铁锤帮的三位正自己哎，来了，被鸡排哦，玛丽鸡排都加哦，有加有包皮哦，哎。哎，老板。哎，要不要多少？全部包。啊哈哈，最喜欢这种客人哎。最大方的。对呀，我们老大可是江湖上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罗赖的哎。好，就是有你们这样的兄弟情谊，我才有今天这个地位啊。待会我吃饱，然后这里就闹得天翻地覆了。涛哥啊，今晚好不好？好，再见再见。啊，一百份来吧吧，小小的，打完扣掉后，十万块。拜托涛哥，我买这么多，有没有算便宜一点？算便宜一点哦。我你多少啦？你说啊。几百块，你收好啦，司机拜拜，生意难赚。一百万啦、啊、好不好好不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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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、我老板把我惊呀！你老板打！可恶！我刚接这么一堆，跟刚才一样。师大夜市在共益爱的支持下，一如往常和爱德运助手运腾出来巡逻。打打打啦！又来到了师大夜市巡逻的好时间，不知道最近又会有什么好看嘞？许记生煎包，一锅肉来又多汁，新口外面火感在舌尖不开呀！啊，灯笼如呀，好喜欢味道，这是要香菇旺在的肉对，无论味道都我很喜欢啊！我才最了解 Carlton 的那个秘密果茶，来，一杯清凉的果汁真是不错。告诉我，是你们发明的？报告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报告，的确真的没有。Good。居然有人敢在